这账算亏空860万是怎么回事啊？之前全力会理事长选举需要运作，你也知道，任何事情跟选举有关，就是要花钱的。这听起来好像是你个人的事情啊。你无权动用所里的钱，而且之前于律当主持律师的时候，也帮你补过好大一个洞了。现在他在看守所，就没人帮你收拾这个烂摊子喽。请注意你态度，我现在是你老板，啊？哦，这椅子啊，怎么那么舒服啊？你说啊，要是我向上级报告的话，你还可以坐在这个位置吗？ Come on， 私下通知已经是我对你最大的善意了。这样子好了，我们把账做进亏损里，觉得怎么样？华东，这对你来说并不是件困难的事情，我想办法把钱补上，不会让上头知道。你要知道，我能够挪出860万，难道管账的你就没有疏失？就凭你之前对自己做的事情，你说要是我出事的话，你不会有事吗？你要是真的站在他那一边，就应该知道了他多在乎金钱的招牌了。所以你还会在这里呀，主持律师。华东。下一季季报之前，把掏空补上啊。所以就是，你还有3个月的时间，注意卫生啊。